第二个呢是胸怀。我觉得胸怀是一个领导者，就是一个创业者最重要的一个功能，就是你能够宰相肚里能撑船啊，宰相的胸怀要很大。男人的胸怀是被冤枉撑大的。我觉得天天有人冤枉我的，骂我，你如果天天跟人家去吵架，有时间吵架就没时间干活了。所以胸怀，你就说冤枉多了以后，反正债多不愁，色多不雅，你们怎么弄都无所谓了，对吧？但是你自己要让万马奔腾在你这里。我觉得我们公司有意思，现在有8000多名员工，但是绝大部分的员工呢，我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，都是很聪明的人。聪明的人一起干活是一种痛苦的事情啊，你跟一批傻瓜干活很容易，排队上厕所吃饭一起去他们都听了，但是跟一批聪明人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，怎么去跟他们共事，尤其是年轻人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这个公司里面啊，我们的公司就像个动物园一样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各种各样的动物，对吧？有的人是1分钟可以讲好多话，有的人是5天不讲一句话。我们有个技术人员，这个你问他个问题他不理你的。那时候我们创业一个房间，总共一个房间，你问了个问题他理也不理，管自己在弄。然后5个小时你要忘掉，他突然说你刚才是这个意思，你要忘了刚才问了他什么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各种各样动物都有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公司是个动物园，是个 zoo， is much better than a farm， 对不对？如果你的人都是一样的，那就麻烦大了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，那是养殖场，对不对？那你不需要这样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觉得团队，什么叫做团队的合作？我觉得中国历来以来希望的团队是刘关张的团队，刘备关公张飞，哎呀，这团队太好了。我呢没有这个希望，1000年等一回的团队，那是，对吧？1000年才会出这么一个团队，这个又要忠诚，又要武功高，而上知天下了，下知地天上知道一半，地下全知道，这个诸葛亮哪去找这样的人，对吧？哎，我觉得这天下中国有一个最好的团队，我是最欣赏，就是唐僧团队啊。因为你去想想看，唐僧这样的领导，你说没有魅力，他真没有魅力，他反正就知道，但是他使命感很强，我就取经，你别给我瞎扯，对不对？取经，他的毅力就是使命感非常之强，价值观佛家也非常之强。反正我觉得这样的领导，你们很多单位里面每个人边上看看，一定有这样的领导。领导不一定要像我们这样慷慨激昂，煽动性很强，我就从那儿，对吧？这个领导。第二个，孙悟空这样的人优点很明显，缺点也非常明显，对不对？都是孙悟空，这个经验没法取了。但是呢，这样的人你们看看边上都有孙悟空，领导有的时候喜欢也这些人，讨厌也是这样的人，但这样的人哎，刚好是也很有作用。还有一个是猪八戒，对吧？猪八戒其实很幽默，他价值观其实是不错，对不对？团队里面他好吃懒做，你去看看边上一定有这样的一些人的，你仔细看看，对吧？还有一种是沙和尚是最多的，反正你也别跟我讲伟大理想，我8小时上班，早上到晚上走，对不对？我牵马我挑担，是你其他别跟我瞎扯，对，我就干这个活。哎，沙和尚。但是正因为这四个人合在一起，9981个磨难取得真经。所以一个公司任何事，你不要寄希望于哎呀人都很厉害，每个人都有缺点，不管他是谁。我感谢我的团队，是我坚信一点，作为领导，我的员工容纳我远远超过我容纳他们。因为我毕竟是老板，我老大，我说这样就这样，最后他还得听我这样，不管他同意不同意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胸怀要比我更大，所以说我是感谢这一批人。